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我是量子大家叫我亮哥。又到了我们每周的量友问答时间，我们立即开始啊。烈日灼心空 K，亮哥，川普回国会不会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不会啦，如果这样就形同要交战了，因为这个很多都是央行的资产啊。中国大陆现在又没有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你要做什么？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啦，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美债持有大概7000多亿啊，那另外美元资产夯不啷当加一加，一般认为大概也有1兆5000亿吧，所以加一加中国大陆的美元的资产的部位啊。总的大概有2兆3000亿，一般人大概是这样认知啦，2兆3000亿美元啊。所以这个当然有人讲过那个台海战争啦，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这个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美元资产会不会被冻结啊？哇，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认为台海战争会发生，我认为是会做一些这个美元资产的部署了，可能就会转成其他的资产啊。可是目前完全没有看到这类的迹象啊，而且要冻结人家的央行资产或者是个人公司的资产，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干啊，那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就整个瓦解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在相当的比如说是联合国的决议什么样的情况，那美国才能够如这样来执行呢？比如说俄乌战争好歹联合国大会有通过谴责案，除非在联合国做一个什么谴责案，然后让你有一定的法律的依据啊，否则你如果随时就想这样干，那你美国整个金融秩序就瓦解了啦。因为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又不是只有中国，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有贸易顺差或者有钱的国家，对不对？进取三缺四一，亮哥，你觉得如果马斯克能当特朗普的顾问，对台湾问题是否容易解决？这个马斯克目前担任的是政府效率提升委员会的。就有两个首席嘛，一个就是马斯克，另外就是那个印度裔的。这个政府主要是要针对联邦政府本身的效率，然后又做一些组织人事上的裁编预算的删减，是要做这方面的调查啦。坦白讲，跟国际问题是无关的。那不过当然，他有他跟那个特朗普很容易接近的管道了啊，因为我们看这个特朗普当选的这几天，马斯克人是直接待在这个特朗普的豪宅海湖山庄里面好几天啊，而且里面唯一的外人就是他，他还把他的小孩抱去了，所以他当然是可以有个人的身份来做美中之间的桥梁了啊，因为毕竟他在上海有超级工厂。那他也是常到中国，而且坦白说，连他妈妈都在上海，所以他是有传话的功能那至于他的方案，我觉得他也不会随便提，他是个聪明人如果不是到，特朗普有点暗示啦，或明示啦，说，你可以去帮我探点那个对方的意思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任务我也不认为他会随便做这个事。那这个事情还早啦，我认为至少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他不会处理台湾啦，他会先处理乌克兰，就俄乌战争，还有贸易战还有国内的非法移民的驱逐，这个就够他忙了啦。所以我认为还早第一年大概不会有这类的事什刹海盼。特朗普会拥抱普京，调转枪口对准中国吗？他的主观愿望是这样了，
可是普京不太可能这样选择了，因为普京目前被美国主导的这个经济制裁在全世界20000多项，所以你看那个华盛顿邮报登了一个新闻啊，说特朗普跟普京已经通过电话，那克里姆林宫普京那边就立即否认啊，说没这种事，这假消息啊。他们坚称普京至今没有跟特朗普通过电话，那还表示美国跟俄罗斯目前关系非常恶劣，各种制裁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如果美国没有任何表示，那我为什么要求你啊？那我认为美国要对俄罗斯彻底解消制裁，我认为有相当的难度了，因为俄罗斯不可能从乌克兰撤军啊。那如果俄罗斯没有撤军，那在北约的理解里面，俄罗斯就是侵略乌克兰。那他没有撤军，侵略的现实还在，美国有什么理由取消经济制裁呢？那只要美国没有取消经济制裁，俄罗斯就不可能跟美国恢复正常啊，不可能的啦，他还是需要中国的在经济上的力挺啊。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本来只有1000亿左右啊，因为俄乌战争现在搞到2400亿美元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俄罗斯非常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啊，然后还有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又大量的卖给中国，那俄罗斯需要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收入啊，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没得选择啦，我说实在啦，除非川普跟北约国家决定这个大方面的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是我认为做不到了，做不到啊。那只要经济制裁没有取消啊，或者只有少量的取消，那俄罗斯要怎么联俄制中啊，美国想要联俄制中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啦，做不到的啊。杰洛士，请问亮哥，很多国家选举制度选出来的人，这个人以前可能就不是从政的人，没有错啊。泽连斯基就是演员嘛，他的政治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政坛的经验4年是不足以积累的，那是不是说这个选举制度有问题？这个其实不是选举制度，是政党竞争啊，就是在政党竞争下的选举制度，那你执政的经验随时都会断嘛，那这个好像就有运气的成分了。比如说同样是演员，那以前那个美国的总统里根也是好莱坞出身的，这个里根执政大家都公认他执政的非常好啊，他没有像泽连斯基这样啊，所以这没有错，这个有运气的成分，这我完全同意啦，那特朗普也是啊，特朗普他就不断的破坏制度嘛，那造成了个美国的个人的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而这也是事实啊。那你可能会问啊，说那为什么这个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还是执意要每4年来选一次啊？就政治制度没有完美的啦，没有错啦，民主国家啊，现在都是多党竞争制啊，那3不5时就会政党轮替嘛。那政党轮替，所以有民主国家要有长期的计划就比较不容易啊。至少我们是对比中国大陆了啊，中国大陆它有5年计划嘛，那基本上是一党领导，那所以它基本上短中期的规划就可以落实啊，这个是事实，所以可以集中力量资源来办大事，而且可以有长期的积累啊，这都是事实，这个是中国大陆制度的优点。可是相形之下，中国大陆制度也有一些缺点啊，比如说你长期都是这些人在执政，那腐败的问题怎么处理？那如果是多党竞争，要长期累积腐败难度就会变大，这是第一个嘛，就是谁来监督腐败？这个问题大陆也看到了，
哦，所以坦白说了，以前那个如果不是徐才厚的事件、周永康的事件啊，以前查腐败还没有查到军委会副主席这个层次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在习近平主席任内发生的、啊。哦，比如说他去查办国防部长，对不对？李尚福也下台了啊，那军委副主席啊，那政治局的常委啊，这些都是在习近平当总书记的任内啊，他反贪反套了这个阶段啊，那以前就没有啊，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去想，哎，那这个反腐败的事情要怎么得到确保啊？这是一个啦。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牵涉到你这个制度的对于老百姓的反应的事件，你可不可以及时反应？这个我们英文叫 responsive 啊，就是你的及时反应的效率了。那如果是在多党竞争的制度，这个及时反应的效率一定会变快，一定会变快。为什么？因为有在野党啊，在野党会监督你啊，那反腐败也会比较有保障，因为你们是不同党嘛，所以这个叫各有千秋啦，啊，就是你如果基于要短中长期，那国家执政有累积啊，那中国大陆这个制度确实有它的优点的部分啊，那可是如果你就反腐败的部分，那政治制度的对民意的反应的及时性的部分，这个现有的民主国家它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确保了，大概是这样啊。所以你说哪一个制度好，我只能说各有千秋了，各有千秋啊。这个申杰1919请教，当下如果拜登以身体的原因辞去总统，是不是贺锦丽可以名正言顺先于特朗普做两个多月的美国总统了？这个拜登没有这个意思了，那要相当严重的原因哦，必须要到达不能做事的程度啊，那除非他中风啊、死亡啊，要到这个程度啊，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啊，因为美国总统有过，比如说雷根曾经被枪击啊，那他去动手术，那就在那几天啊。就副总统战败，这个过去都发生过啊，就总统动手术的时间，可是等到他恢复了意识，又要立刻再交接回去啊，所以你说要到拜登完全这个辞掉总统，让贺锦丽来接啊，这个要相当严重啊，这个我们中文叫不能世事啊。不能够处理任何事情这样的一个程度，不然不就没有到这个地步了，基本上是这样。卡大库利的甜甜圈，亮哥我请问一下，未来川普上台后会对朝鲜的问题和缓吗？韩国的总统尹锡悦还会这么敌对朝鲜吗？坦白啊，坦白说了，我认为这个特朗普第一个议题是针对俄乌战争啊，那北朝鲜的问题是联动出来的啦，因为现在北朝鲜还出了军队要帮俄罗斯打仗啊，那据我了解是在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啊，那要把乌克兰的军队赶出去啊，那他们势必会结合更深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川普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恐怕要优先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吧，不然现在俄罗斯就已经跟北朝鲜搞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啊，所以你要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俄罗斯就在后面了，所以现在会比较复杂。那这个和缓尹锡悦已经知道了啦，所以尹锡悦都已经出来为他的老婆道歉了，那接下来我听说尹锡悦现在非常的忧虑啊，就说他以前会不会搞得太过啊，担心这个川普啊，那个美韩的那个安保到底算不算数啊，他会紧张啊，
所以听说尹锡悦最近都在练打高尔夫球啊，因为他知道这个川普爱打高尔夫球啊，所以有点要去学过去那个安倍的模式。我们知道那个川普上次啊，因为上次日本也赌这个希拉里会当选，猜错了。那怎么样？2016那一次，大部分的人都猜错了。那安倍啊，就在川普上任，川普是明年1月20号上任哦。那一次就是2017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安倍立刻飞到美国抢头香啊。安倍非常怕川普对他会有成见了，所以呢就立刻飞到美国，然后跟川普见面，然后两个人打了高尔夫球啊。那后来这个安倍还在川普面前小跑步啊，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照片？然后还不小心打滑，滑到沙坑里面了，一副自己很蠢的样子啊。我听说后来川普对安倍这个示弱的这种对他谄媚的姿态，川普是相当的高兴啊，所以后来就川普跟安倍的关系是相当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尹锡悦大概现在急着要去扮演这个角色吧，因为他以前跟拜登走得太近了，所以他现在去揣摩一下川普的风格啊。那第一个就是要会打高尔夫球啊，你高尔夫球如果打得太差，川普就觉得跟你在一起实在没意思啊。为什么要打高尔夫球呢？因为为什么政治人物像美国啊，像会打高尔夫球？因为一个高尔夫球打下来啊，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间至少会超过3个小时吧，所以很多事情可以谈得比较彻底了，就是这样。我跟你保证，尹锡悦不敢跟朝鲜乱搞了，朝鲜后面就是俄罗斯了。你搞得起啊？啊，那他现在是担心的是川普对他有意见了，所以他要赶快去修补这一块了。所以明年川普1月20号上来之后，我跟你讲啊，会有很多亚洲的领袖陆续跑去美国跟他打高尔夫球啊，可能会有日本的首相石破茂了，那个印尼的新的总统普拉博沃，他已经跟川普通过电话啦，他也很会打高尔夫球，大概是这样啊。博学多才的艺术想象家亮哥怎么看特朗普的上台会对拉美国家有什么影响吗？拉美国家的右翼政党会不会卷土重来？中拉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台湾在拉美仅剩的一些友邦？他们是真的不想跟大陆建交，还是有什么考量？目前拉美的政党右翼的很少了，唯一的比较大的例外就是阿根廷。米勒本来就说他是川粉啊，那巴西以前那个博索纳罗也是川粉，可是他已经被鲁拉打败了。目前南美洲的政党是左翼为主了，那川普其实这个东西不容易了。不容易要立刻恢复到右翼的局面啊！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了，就是因为美国跟南美洲的拉美国家啦，在川普执政第一年啊，他们即将处理的议题刚好对拉美国家是有一定的敌意的啦。因为川普第一个议题要干嘛？他要驱逐非法的移民啊！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1100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南美洲来的。那目前这个新的移民官叫 Tom Homan， 这 Homan 已经表示了，他一年要驱逐100万人。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关系一定会非常恶劣，因为到时候这个中美洲的国家怎么收啊？100万人很多哎。而且我跟你讲啊，美国的非法移民也会保护自己啊，所以他们也会有枪啊，你真的有办法落实吗？所以昨天啊，我就看到川普任命的那两个狠人啊，一个来当移民官，
就移民署的署长啊，还有一个人来当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那个达可达州的那个女州长啊，哦，那个女生是非常强悍的啊，杀狗是有名的，一大堆新闻啊，所以我说这个女生啊，我坦白讲，我是认为她毫无同情心啊，她竟然就直接承认她杀过狗，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啊，到时候执法、啊、一定会有非常多的纠纷啊，而且已经有川普的核心团队的成员说，不只是国土安全部要协助执法，而且国防部、国民兵也要协助执法。他要利用美国内部的军事基地啊，来开辟大型的拘留中心。哦，他如果抓到非法移民啊，就先把他丢在那里啊，然后呢，准备遣返。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他跟拉美国家关系怎么会好？我认为不容易啦。而且拉美国家中国大陆越来越用力、啊、因为你首先你要知道，巴西总统卢拉、啊、他是一个左翼、啊、他是劳工党、啊、他跟川普关系本来就不好，那他很希望能够来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去访问秘鲁吧，因为他要去开 G20 啊，那还有 APEC 会议，那都在巴西啦、秘鲁这一带啊。他要去访问秘鲁，而且带了400名的中国企业家，那准备要跟秘鲁来签订基础建设的协议，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投资啊。那其中很有可能有一个项目叫做电动车，还有电动车的相关零组件啊，包括电池在内啊。因为这个秘鲁总统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啊，刚好跟亮哥擦肩而过，你知道吧？因为亮哥刚好去拜访那个深圳的比亚迪啊，结果秘鲁总统就在我前一天去拜访比亚迪，那他就真的跟习近平主席提出一个请求啊，他说希望这个比亚迪可以去投资秘鲁啊，那他也做了一个承诺，说如果比亚迪愿意投资秘鲁啊，那只要这个投资计划开始成真，他对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到秘鲁啊，他不课税。我、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中国的电动车如果没有课税啊，那卖到南美洲，搞不好那个定价只有6000-7000美元啊，那美国的车是25000起跳啊。你可以想象那个竞争力有多大。那我查了一下秘鲁的人均 GDP 啊，大概就是接近8000美元左右啊，所以他真的是很希望买到中国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秘鲁总统真心的一个期待啊。那我查了一下巴西的人均 GDP 也大概就是10000美元左右，所以坦白讲啊，中国大陆的车啊最适合南美洲来发展，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买美国车嘛，因为美国车美国就在上面啊，那美国车到了南美洲啊，起码25000起跳，对他们来讲太贵了啦，啊，所以我认为啊，美国在南美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要在秘鲁盖那个前海港啊，前海港未来一定是整个南美洲最大的港口，而且现在要慢慢的来新建通往巴西的两洋铁路啊，就是把这个太平洋跟大西洋打通啊。那这个铁路很长啊，可是至少在修建的过程，它就会开始开进巴西嘛。所以巴西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货品啊，通过前海港来运到中国。那这个可以省很多钱啊。那这个必然跟它对冲的是哪一个国家？你想也知道嘛，就巴拿马运河啊。所以那这个都是违反美国利益的，所以我基本上认为美国在
整个拉丁美洲的竞争能量会越来越小了，相对于中国啊，那这个当然就会联动到台湾的邦交国，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巴拉圭啊，因为巴拉圭它旁边的国家就是巴西，还有乌拉圭，还有智利，那这些国家都是所谓的，就南美洲啊有一个南方共同市场，他们要签一个用南方共同市场要来跟中国大陆签 FTA 啊，自由贸易协定，那里面唯一缺的国家就是巴拉圭啊，所以巴拉圭会受到蛮大的压力了啊，那这个当然对台湾的外交又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啊，大概是这样，因为中国大陆目前跟智利跟乌拉圭关系非常的好啊，那现在又进一步要发展秘鲁还有巴西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难以阻止了，难以阻止啊，所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啊，我认为都处于劣势啊，大概是这样。这个 CPR 请问亮哥，欧盟每一个成员国都可以发行欧债印制欧元吗？不行啊，他欧盟还是有统一的欧洲银行啊，那这个要印多少钱是由欧盟决定的啦，不是各国可以决定的，因为当初欧元的成立就是各国把自己的货币权交出去了嘛，那货币的权不只是发行权啊，还有那个汇率啊，汇率你都交出去了，还有利率都交出去了啊，所以基本上各国没有这个权利了，这是欧盟的权利啊。这个英准 X 请问亮哥，目前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用什么货币结算？是贸易双方国家的货币结算还是美元结算？都有，可是大部分是美元结算啊。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当然他们都有跟中国大陆，这个不是东盟啦，是个别国家，个别国家都有跟中国大陆签本币互换的协议啊，那各个国家的量不一致啊，不一样，因为东盟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货币体系啦，当然还没有变成这么凝聚的一个，比如说没有东盟银行啊，所以基本上不是用东盟来签的啦，是个别国家的央行来签的，就是本币互换的部分，因为东盟仍然有很多东西是要卖给美国的，或者他要跟其他国家购买，他并不一定都是跟中国买啊。那如果跟其他国家要做交易，那美元还是国际货币啊，有些国家不一定收人民币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贸易啊，有几个东西到目前都是用美元结算的啦，一个就是石油天然气，这个有可能改变啊，因为阿拉伯国家正试图要建立人民币结算的能源贸易嘛啊，那中国跟俄罗斯就是本币互换啦，那比如说马来西亚跟印尼有产很多能源嘛，那可能也有部分跟中国大陆会用本币来结算啊，不过这个都是要个案谈啦啊，那还有另外就是粮食，我们这个世界粮食的交易大部分也是美元交易，你从一个指标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美元交易了，就是它的期货啊，我们这个世界能源期货啊，比如说原油期货、天然气期货还有粮食期货都是美元交易的，所以当然就是未来中国大陆当然有可能来建立人民币的期货交易所了，不过这个累积实力需要时间啊，就是这样啊。杰洛是请问亮哥，特朗普提出了和平方案，但是感觉一点也不和平，还在继续制造混乱，这个和和平提有什么区别呢？他还没有执政啊，所以你们现在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啊，现在是拜登在执政啊，所以川普说他当选之后他会立即处理俄乌战争，可是你还没有当家啊。他目前提出几个点啊，坦白讲我认为都是随便说说了啊。第一个他说
乌克兰承诺20年不加入北约，那请问我乌克兰如何保护自己啊？谁来做担保？谁帮我做安全担保？我认为川普这个人啊，也不是什么外交高手啦，大家不要高估他啦。事实上，第一任4年，他最厉害的是什么？退群啊，退群哪里需要什么外交折冲的能力啊？就退出了、啊，伊朗核协议退出啊 ，TPP 不玩啊，然后气候变迁这个会议他又退出了、啊，这有什么本事啊？就退出而已啊！真的需要复杂的外交能力去处理的，他没有一件成功的啦，所以不要高估他啦。像他说，他2017年就兴冲冲想要去处理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啊。他还见过金正恩2次，结果呢，一事无成啊！所以不要高估他啦。我一点也不认为川普能够解决俄乌战争啊，因为这里面有几个点啊，大家是要浮上台面做交易的、啊。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一旦停了停火协议，他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我怎么知道俄罗斯什么时候会不会打我啊？你怎么保障我的安全？他会怕、啊，所以他才会急着想要参加北约嘛。可是俄罗斯不可能同意嘛，那就有人啊异想天开啊，说那俄乌你就画一个缓冲区嘛，让第三方的部队来维和嘛。那请问哪一个部队到现场有能力维和啦？你说啊，让欧洲的部队来，欧洲的部队就是北约的部队啊，俄罗斯怎么可能同意？所以我说啊，川普根本没有细部的去思考和平的方案，还有对俄罗斯来讲，我为什么要停火啊？我占上风啊，我为什么要停火啊？所谓我有所得嘛。所以他有所得是什么？乌克兰，你保证不会参加北约啊，或者是你给我取消经济制裁啊？现在俄罗斯，美国制裁俄罗斯超过20000项哎，可是你问题又回来啦。俄罗斯是真正侵略了乌克兰啊，北约是这样认定的、啊。俄罗斯没有撤军哎、欸，他还把占领的领土顿巴斯、扎波罗热跟赫尔松透过公投纳入俄罗斯的版图哎、欸，他还没有撤军，你怎么取消经济制裁？这说得通啊？所以我跟你讲，即使美国愿意取消经济制裁，欧洲能取消制裁吗？那你不然你岂不是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大家都无所谓了，岂不是变成这样？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哦，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啦，复杂的多啦。川普这个人很容易犯一种错误啦，他高估自己的人际交往的能力，你知道，他以为很多问题只要他去谈就一切都可以解决，做梦嘛！连金正恩你都搞不定，你可以搞得定普京？怎么可能呢、啊？异想天开啦、哦！所以我认为啊、哦，这个还有的谈啊，就是什么能不能搞定和平？那你提的方案要俄罗斯、那乌克兰都愿意同意啊？哪有那么简单？你以为你对乌克兰断吹，你就可以逼他上谈判桌啊？那乌克兰上谈判桌就要答应你所有的方案，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他回去也要交代。乌克兰国内一大堆鹰派啊，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啊，你如果去那边没有拿到安全担保，他们就认为你去投降啊，哪有那么简单，对不对？性格老祖亮哥如何看待中国在沙特发行美债？我认为这个就是迁就事实啊，那做了一个聪明的措施啊，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是希望跟沙特啊可以直接用本币互换嘛，就是我买你的原油，我用人民币来买嘛，那你要买我的基础建设，买我的工业用品，那你就直接用
这个我们双方在这里就在央行冲账就冲掉了。简单讲就是，你沙特要跟中国买民生用品，要买基础建设的东西嘛，还有军购，都会跟中国买嘛。那我中国要跟沙特买原油嘛，那我们这个央行两方对账就直接冲掉了嘛，这个是最方便啦，不用透过第三方货币美元嘛，还要付给他手续费，买进卖出各1%、欸、美国什么事都不用干，来回就赚2%，哪有这种道理？可是呢，美国当然会抗议啊，因为你就不让他赚这2%、啊、而且美国会因为这样掌握不住你们在买卖什么东西啊，所以美国当然不乐见啊。那因为沙特这个王储他还没有正式接班啊，他是小沙拉曼，他现在只是王储啊，他并不是国王啊，所以他会怕，他说美国如果来给我搞鬼啊，不让我接班，因为他有一个对手啊，他的对手就是他叔叔啊，就是现在这个国王的弟弟啊，这是美国支持的人啊，所以沙特就有点绑手绑脚，所以他不敢跟中国大陆立刻答应说，哎，我们就本币互换啊，做贸易就直接贸易，他还是要绕一个圈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里等于是投其所好，帮他解决困境，他就说，啊，不然这样啊，我到你沙特发行美元债券，那等于是跟沙特借钱啊，等于是跟他借钱啊，那中国的债信还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嘛，那我就等于跟你借钱，借了20亿美元，他初步只发行20亿的美元债券，那我跟你讲，以这个沙特阿拉伯人跟中国人的聪明啊，到时候中国来还啊，一定是还人民币啦，我跟各位讲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啦，就我就名义上啊，好了，我们就用美元吧，我来跟你沙特借美元，然后呢，我就到你这边发美债，是美元计价的美债啊，我就不用去跟美国借钱啦、啊、我跟你沙特借钱啦、啊、到时候说还的时候我就用人民币冲账嘛，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创意的，考虑到现实处境的一个做法啦，啊，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啊。啊，陆桃桃亮哥好，想问问题啊。我有两个同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分别以陆配前往台湾定居几年，陆配在台的处境一般怎样？为何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快就转向台独啊？是因为台湾环境就是这样吗？这个其实，这看你怎么界定台独了啊。因为他如果住在他嫁啦或者娶啦，然后住在台湾，那台湾就是他的家，他当然就会站在台湾的角度思考，他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的权益嘛。陆配坦白讲，蓝的绿的都有了，我都认识了，我都认识了，蓝的还是比较多啦，啊，那主张统一的也有啊，也不是没有啊，啊，那只是因为台湾目前这种处境嘛，台湾现在明目张胆主张统一的，民调不到10%，那你要叫他怎么办呢？所以你大张旗鼓支持统一，不会这样干的啦。因为他们多数应该就是支持国民党嘛，少数支持民进党了。我也碰过了，我也碰过啊。因为也有一些人嫁到南部的农村啊，也有啊，也有啊，啊，就看你嫁到哪里了。我在那个台北市社子岛那边，我就碰过两个陆配啊，两个人都偏绿啊，啊，因为社子岛民进党的选票是70%，啊，所以就看你住的环境啊。因为台湾目前这个环境，你公开标举主张统一，你很难参选嘛，就是这样啊，哦，所以他可能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哦，比如说九二共识，
他可能会讲九二共识，如果是支持国民党啊，可是支持九二共识，可能大陆有一些人就认为不等于统一啊，就这样。可是在台湾就已经是主张要跟大陆和平往来啊，那就已经够了啊，大概是这样啦。我觉得就是双方对两岸议题的认知不一样啦。Kevin 号1101，亮哥啊，刷抖音看到有一个视频啊，说云南有个叫腾冲的地方，有这个酒店拒绝招待日本人，还叫想在日本人入住的中国旅客滚，闹到当地政府都来关切，因为这个地方被日军侵略过吗？当然是啊。我跟你讲啊，腾冲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国殇墓园啊，那它有忠烈祠的啦，因为滇西抗战主战场就是腾冲啊，那这个地方有那个远征军在腾冲战役啊，总共死掉了9000多人。我讲了9000多人还是有名字的哦，因为他在腾冲墓园啊，这个国殇墓园忠烈祠那边有个黑色的石板，9000多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地方啦，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战役啊，而且9000多人是我们找得到的名字啊，所以实际上我相信死亡的人一定超破万啊，一定破万啊。那当然就很多当地人都还有这样的历史记忆啊。这个就好比你到南京嘛，南京肯定也有这种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啦，这个。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抗战杀了多少人啊？对不对？中国大陆至少死了3000万人吧。所以很多地方都有抗战的纪念碑啦，很多地方啦。凉爽的风深圳啊，亮哥怎么看待大陆的6万亿的化债政策？我认为这个是初步啦，初步他要稳住地方政府的财政嘛。那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啊，有很多是，坦白说了，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资金来源啊，就举债，包括地方政府的自己的发债啦，还有那个灰色地带的，这个都有啦。所以中央就直接先让地方政府减债嘛，减债就是你转成多买中央的债券了，那中央就把你那个来路不明的资金全收了啊。那这个初步大概减债可以减到原来的1/6了，因为他就把那个债期拉长嘛，所以你短期内就没有那么大的财政的压力。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这一块、中小企业这一块，地方政府是主要的力量。尤其是房地产，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目前还占整个 GDP 25.9%，所以你地方政府如果资金的流动性有困难，你根本就带不动嘛，你带不动房地产嘛，更不要讲别的消费了。不过那个财政部长蓝佛安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这个年底啊，今年是先稳住地方政府，降低他的债务的压力。可是明年啊，我觉得他就在等川普嘛，等特朗普正式上台，我们要看他的政策啊。所以我估计啊，会有第二波。那这个第二波的所谓财政刺激，就是针对消费了啊。那我估计大概会在2月下旬，还有两会啦，就3月左右会浮上台面。所以我对，因为中国大陆的政府的工具真的蛮多的啦，那他也知道，因为他现在不知道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有多大的规模啊。那2018年那一次，中国大陆是用人民币贬值哦，来冲销贸易战的压力。我讲一个数字，大家就知道。2018-19那两年的贸易战啊，因为他就加关税嘛，平均啊，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啊，价格提高了 17.8%， 这个有人做研究啊，结果中国大陆政府就透过人民币的贬值啊，冲销掉多少？冲销掉 11.3%， 所以这样等于怎样？实际上，特朗普的贸易战只增加了中国出口产品 6.5% 的压力啊，就是价格增加了。可是问题是啊，明年中国大陆不能够用人民币贬值这一招了啦，不行啊，因为人民币已经够贬了，而且中国大陆现在要发展进口市场、内需市场，那人民币不能乱贬值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想到两招了啊。第一招就是美国的盟友啊，比如说欧洲啦、日本、韩国啦，中国大陆就对他们减税啊，对美国的盟友降低关税，或者降低门槛，让美国的盟友可以到中国大陆投资。中国大陆用这一招啊，就是减税啊，你川普要来跟我搞是不是？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底气现在也比以前要好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出口只占 GDP 的 16%。那这 16% 里面哦，对美国的出口只有 15%， 所以你把它乘一下，对美国的出口占整个 GDP 只有 2.4%，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现在的底气是比以前要足了，所以呢就可以借由其他国家的贸易来对你做冲销，就是我对别的国家降低关税，我对别的国家降低门槛，让他来投资啊，这是第一招。那第二招就是要做大自己的内需消费市场嘛，那就是财政部长蓝佛安讲的啊，他一定会推出财政刺激针对消费的部分，可是恐怕要到明年的二三月才会出现。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李强总理最近不是去进博会做演讲，进口博览会，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进口博览会啊，有3500多个摊位，100多个国家来参加，成交的订单$800亿啊，相当大，美国是最多的厂商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这次面对川普的贸易战 2.0 啊，他不会去用人民币贬值这一招了啦，他就直接来补贴啦、刺激啦、壮大自己的内需市场。那中国大陆举债的空间要比美国要大多了。我跟各位讲啊，举债就是国债啊，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啊，美国是 118%， 而中国大陆呢，这个中国财政部的统计啊，他是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举债只有 67.5%。那我看过一个比较悲观的数字了，也只有 83%， 都远低于美国的 118%。 所以中国大陆财政部真的有比较大的举债空间了，所以我认为反正就这样吧，反正贸易战是一定来的啦，那中国大陆会有新的策略来因应这个贸易战的 2.0 啊，大概是这样。可是首先今年先稳住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的财政稍微强化一点，让他在地方的这个我们说消费啦、民营事业的投资啦，有更多的流动性啊，这是今年做的。那明年呢，就是要壮大这个国内消费市场跟内需市场，会提供更多的财政刺激啊，大概是这样。这个云母三人，请问亮哥，中国大陆跟朝鲜在1961年签过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那第二条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缔约另一方
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跟其他援助啊。那这个条约在2021年有自动续期到2041。请问一下，如果朝鲜半岛再起战火，中国大陆会有怎样的志愿军或军事援助吗？这个是好问题啦，啊，因为它20年一期啊，1961到1981，然后到2001、2021都续约啊。那很多人就把这个解读为是中朝的共同防御条约啦，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里有一个地方有模糊的地方啊。这个前提是怎样呢？我跟你讲啊，前提必须是你是爱好和平的。我念给你听啊，这个前面有写一个开宗明义，就说维护和巩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啊。那如果朝鲜被攻击是因为你发展核武啊，那有没有符合这个开宗明义了？就是说，如果你朝鲜都是在做爱好和平的动作啊，那美国跟韩国就硬要来打你啊，那你当然就会启动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合约的第二条嘛啊。可是目前不是啊，目前明显是北朝鲜他自己先发展核武啊，那引起了韩国开始跟你做敌对。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点灰色了啊。那还有金正恩上台之后，他并没有遵循本条约的第4条。第四条是什么呢？在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要进行协商。我坦白讲啊，北朝鲜发展核武根本没有告知中国，我认为他背后的力量是俄罗斯，所以中国大陆就我哥跟你讲嘛，中国大陆很可以沿用这个条约的开宗明义的部分，基于爱好和平的动机嘛，那第二个是你有重大的议题，第四条你应该要跟我协商啊，我必须要确保。完全确知的状态，然后你被攻击，我才有义务要来协助你啊。那可是你发展核武，从来都不跟我协商啊。那这两年来，2022、2023，这个北朝鲜不断的对亚洲地区发射各种导弹，你有事先告知中国吗？我看也是没有啊。恐怕你只有告诉俄罗斯吧。所以。你北朝鲜现在跟俄罗斯签一个共同防御条约，那个比较有道理啊，因为你是充分跟他沟通，充分都告知的啊。可是北朝鲜恐怕并没有跟中国这么密切吧，把你最近的核武的发展、导弹的发展，一五一十的都跟中国做报告。我认为北朝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这个条约的适用啊。我认为有灰色地带了，所以中国大陆并不一定就一定要派志愿军啊，或做军事援助啊。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有你先负我在先呐，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就会变成这样了啊。Regret Bay 啊，请问亮哥，中国大陆日前划出黄岩岛领海基线，是否意味着对美国、菲律宾施展展现肌肉、超前部署？预防美军在南海的扩权蠢动，影响为何？感谢回答。我跟你讲，是因为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领海基线这个法律嘛，那小马可是签字了，那小马可是签字之后，中国大陆才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啊，所以坦白讲，这个并不是中国先动的。是菲律宾先动的，菲律宾先对自己的领海基线做了划定，所以中国大陆就不示弱啊，我本来就有主权纷争嘛，所以中国大陆也同时对跟菲律宾周边的64个岛屿给予它中文名称，那也划了领海基线，就互别苗头啦，
大概就这样了。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了，因为所谓的南海的涉及南海的主权当事国，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汶莱，本来就这样啊，所以各自都有所表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了，而且是菲律宾先动的，并不是中国大陆先动的啊，所以就互别苗头嘛，你有你的主张，我也要提出我的主张嘛，大概是这个情况啊。科技大海，亮哥您好，播音不行了，中国的商飞也要去中东建厂，请问中国的飞机产业会不会跟新能源车一样横扫全球？基本上中国大陆的飞机要在当地落地，要得到试航证啊。那目前有两个集团在抵制中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啊。那中国大陆可能可以跟欧洲达到妥协了，就是说，我让你欧洲的飞机可以拿到试航证啊，就是空中巴士嘛，空客啊，我给你的空客试航证，那你要给我的 C919 试航证啊，互惠往来嘛。中国大陆如果拿不到欧洲的试航证啊，我认为在整个美国的盟友圈啊，他们不敢动啊，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不敢动啊。我们目前看到先给中国的商飞 C919 试航证的国家啊，大部分都是一带一路的国家了，比如说东南亚，东南亚就给了嘛，而且东南亚已经有一些国家买中国的飞机了啊。那阿拉伯我认为问题也不大，中东啊，非洲问题也不大，南美洲也有机会啊。不过就是中国目前这个 C919 只能够飞6000公里了，所以基本上是属于短程的航班啊，就比如说东南亚，东南亚小嘛，所以东南亚国家之内的短程的航班可以，国际远程的航班还没有办法啊，大概是这样。那中国大陆 C919 会不会击败其他国家的航班？这当然有可能啊，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的 C919 的定价大概一架是1亿美元啊，那相对于这个空中巴士跟波音是更便宜的啦，而且它的引擎也是美国跟法国制造的引擎啊。其实中国大陆蛮聪明的啦，因为他知道这个市场啊，安规非常的严，所以有一些东西他也借用外国的东西啦，零组件。比如说引擎他不敢用中国自己的引擎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信任的问题啊，试航证要发啊，所以他很聪明哦，就故意去用美国跟法国厂商联合研发的引擎，那到时候我卖出去，你美国的通用动力公司也会赚到钱啊，那法国的公司也会赚到钱啊，所以还是用一个分享利益的方式啦。事实上这个商飞 C919 上面有很多重要的零组件都是外国厂商做的啦，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取得安全的信任嘛，那第二大家共享利润嘛，大概是基于这个考虑，那我认为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啦，就是你随着时间积累嘛，那大家确信是安全，然后逐渐的中国大陆就可以开始推出自己的零组件嘛，大概是这样。好了，我们以上啊，我们今天总共回答了17个问题啊，那感谢大家的提问，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踊跃提问，像今天这样就非常好。大家的提问就可以在我们的亮友问答下面就直接提问啊。那在亮哥的量子力学节目，我们每周有2次嘛，大家也可以提问啊。那我们都欢迎大家的提问，不管是在今日头条，或者是在 YT， 我们都欢迎大家的提问。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